到，就是这个画面，不是这个感觉。哎，你们三个是不是有病了？哎，你们到底要抓着？再不说的话，哎，请你们出去。我问你，你们家1933年是不是住过红军？哎，我们爷爷的爸爸讲过是住过红军，没有抓着吧？我们就是红军的后代。当年我们太爷爷就是坐在这个椅子上等待着胜利的消息。当年太爷爷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奋笔疾书。这个地上就是当年太爷爷受伤的时候疗伤在这里打的地铺。所以你说，所以你说，所以我们太爷爷对这个房子的感情是很深很深的，是吧？嗯，当年他离开过后，就对这个房子一直念念不忘。当时他就立下誓言，等革命成功过后，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定居。哪晓得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就走了。你说我们作为他的后代，我们该不该完成老人家的梦想啊？该，太该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？你们想买我的房子啊？那你们姓啥子？强。不要骗我了，你们一个太爷爷咋个姓又不一样啊？我们跟了妈妈姓的。跟妈姓。好了，你们就不要在这骗我了。没骗。没有，真的没骗你。没骗我？你们确定你们太爷爷红军住我们这儿？确定，肯定，一定。我跟你们说哈，我们这儿是住过红军，那就对了。不过呢，是住的女红军。我就跟你明说了嘛，老板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是很有诚心的，想买一下你那个房子。哦，你卖给我嘛？卖嘛。不买不买不买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不是很有诚心啊？哎呀，不买，我没有钱，我不买，我们有钱，你有钱买行吗？哎，你胖子，走，哎呀，你慢慢走，哎呀，这个事情可以走，这个房子反正哎，别动，千万不要动，抓着，啥事？啥事？就来人。早送过，哎呀，你这人我们早都用过了。你们少废话，反正我养的宠物被你们踩死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不要赖账。我看你演技还好啊，比我们三个都要演得好。哼，那个奥斯卡呀，就差你一个小金人了。你们小男人还可以，
我就到外面去说你们三个是骗子，看哪个还敢把房子卖给你们。赔，急忙赔给他。哎，我说哈，你不要假装房子的事情哈，好多钱嘛？一个50块，一共150。哎，你不是刚刚才说一个50的嘛？哎，两个嘛就100噻，哪来的150啊？你不晓得我们肉丝怀孕了嗦？啥子？怀孕？我都给你们打了折的，只算了一个，万一是双胞胎或者三胞胎。那我们就亏大了。赔给他嘛，赔给他。你我是遇到我，要比我还会算。走。林一豪，小心脚底下。好，以后我猜到有60-50块钱。把门给我关到！哼，还给我表演技，我哭戏从来就不用洋葱。幺妹儿，你之前对我一直没得反应，肯定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直接对你表白过。幺妹儿，仔细听，每个字代表我的心。幺妹儿，听我讲，我的话你要想一想。音乐 ，Let's go。青梅竹马一美女，从小对她就满意。今天是个表白日子。我要把爱送给你，我要把心掏给你，为了娶你绝不放弃。甜言蜜语装疯卖傻，只为讨好你，变牛做马无怨无悔，只要你欢喜。爱你在心，真心真意想你在心里，找个机会坦白自己，我要娶你。你是我的小呀小幺妹儿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长长的辫子缭绕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爱情的火。被我唱一首感动了，杨妹儿，杨妹儿。哪儿啊？你咋子？哎，你练的咋是你呢？哎，杨娃，你搞啥子没得？叔叔，我又是幺妹儿出来了，我才抱的。是幺妹儿，是幺妹儿，你就更不能抱她。对。哎，大娘，哎，你们先撤嘛，撤。哎，哪儿啊？我们说好的费用呢？下来接嘛，下来接。哎，那儿娃，你可不要来账哦。哎呀，说的又是，我那儿娃好久来个账嘛。好，叔叔奶奶，我找幺妹有点事情，说两句话哈。幺妹，说啥子？幺妹不在。不在啊。就算她在吗？也没得啥子话跟你个说。那儿娃。我晓得你喜欢我们幺妹儿，我就这个女儿，我总不可能让她随随便便嫁个人，让她去受苦噻。哎，叔奶奶，那个幺妹儿跟着我来了嘛，肯定不得受苦噻，你放心嘛。口说无凭，其他事情不说，但是房子，我有房子。我没说这儿的房子哦，城里头房子。城头的啊？问啥子？我就这个条件。你要想跟幺妹儿好，那就要把这个条件达到，达不到就免谈。叔叔奶奶，我懂了。叔叔奶奶，你们等我的好消息哈，我很快就回不了你。老婆，你咋给他许这个愿？万一他真的把房子买起来了？不得的，你放心，他连个正儿八经工作都没得，存款不得，他买啥子房子啊？我就是要让他知难而退。
你说嘛？那个马小头，那么小小的一个梦想，我都帮他实现不到。哎，彪总，能够轻易实现的梦想就不叫梦想。再说了，暂时实现不到，又不是一直实现不到噻。哥，就是就是，我们这次失败，主要就是因为打了没有准备的仗。拉扯，走，我们回成都打听下再说。就这么的走了？还能去啥子？走噻，收拾东西。哦，好好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。哎，哎，来了哇！好啥子？老板，从成都来的那三个男的住哪个房间哦？你是不是说的那个啥子？哦，那个彪总他们啊？哎，对，刚刚退了房，走了，是啥？退房了？哎呦，我的财神爷嘞！哎，你是不是又想耍赖去砸掉的钱啊？哎呀，罗老板，我找他也没有事。你会找人家有啥子事情？哎，哎，赖二娃，我跟你说哈，平时大家相邻相亲的。你有时间耍下来，哎，大家就原谅你了。但是你不要丢脸丢到外头去了哈。哎呀，罗老板，我来了啊，是这种人吗？啊？哎呀，不跟你说了，哎，我真的找他没有事，他们要买我的房子。他们买你的房子？哦。哎，他们买你房子干啥子啊？哎呦，我咋个晓得嘛？哎，现在可以放手了嘛？哎哎，既然房子卖给你了，那就是你的事了噻。你即便是把它抄了重来，那都是你的事。我们再去仔仔细把房子再看一遍吧。可以嘛？哎，各位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嗯，老赖娃，其实你这个房子毛病还有点多。特别是那个厕所，还是那种古老的蹲坑，哎，要是上个大号变个迷的话，哎，不是把脚的啊哭成半身不遂嘛？哎呦，你们不晓得呀，我们家的厕所那不是一般的厕所哟，哎，那儿的好多都在那儿蹲过呢。再说了，我们家这么多人住了那么多年，都没得哪一个因为这个厕所而得了便秘的。说的是真的吗？假的哦？当然是真的哦。哎，你这个房子的，我一看，房梁上的瓦好的都是烂的。哎，这个你们就更不应该挑剔了哦。我们那个顶上的瓦全是手工制作的瓦，再加上百年岁月的洗礼，那还是瓦吗？那还是砖吗？那是啥子呢？那都是收藏品哦。那个时间越久越烂，那就越值钱。那是瓦吗？那都是普利斯金子哦。小赖呀，哎，站长，我觉得你这个院子还是小了点。站长，这个当然肯定比不上你成都的大别墅噻。不过呢，我这个院子啊虽然小，但是还是不好找噻，而且，哎，多有味道噻。钱公子，你抓子！哎呀！没错，哎，没事嘛。啥子叫没得事？我们家彪总都摔倒了。就是嘛，要不是我们彪总的肉厚。哦哦，不是，要不是我们彪总身体好，
把你把老毛病来给他摔出来。是嘛，人都摔到了还买啥子房子嘛，走走。哪有那么严重嘛，哎呀，这房子还是好房子。哎，这样子表嫂，为了表达恩哥的诚意，只要你买了房子，我就给你打个点折，就当我赔偿你的医疗费好不好？少废话少废话，直接说价格好多钱。那你说嘛？120万。啥子啊？120万？你简直狮子大开口哦！哎呀，我看你们几个，你根本就不是来买房子的，你们就是来敲诈的。我赖儿娃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只见过车碰瓷，没见过买房子还碰瓷哦。是哪个碰瓷？哎，我跟你说哈，赖儿娃，那个周围这些我们都打听过的，你这个房子就值100万，标准给120万，那你是最高价了，晓得不？哎，等一下。你刚才说是房价呀？哦，废话，那不是房价是啥子价嘛？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真乖了真乖了，我还以为你们几个说的是赔偿医疗费呢。哎，看你们几个过了关的气质嘛，又不是这种人嘛。哎，你们真的要给120万呢？啊？这个是不是有点少哦？能不能加5万噻？我不喜欢讨价还价哈，走，走走走，别走，成交，成交。好，哎呀，不过今天是星期六，办不到过户，那都下周一签合同，晓得不？这样子，为了表达双方的诚意呢，我们明天就签个合同，交个定金，你们看，要得吧？好嘛，金志邦，你负责立个合同出来哈。嗯，要得，要得。走走走走走，别来来，别走，我送你啊。表总，你们咋说？我跟你们说哈，我没得钱哈，随便你们要咋子。赖儿啊，你是不是要把你们这房子卖了？咦，表总，你的消息还灵通呢，今天就交钱。你不能卖。为啥子不能卖？我的房子我想卖就卖。我晓得了，你们是看到标准给钱给得高，想跟我抢生意说没门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们不得卖，你也不能卖。为啥子呢？哎呀，赖儿娃，你这个房子是你们屋的祖坟，可传到你手头啊，都不晓得传了好多代了。你把祖坟都卖了，你就是个败家子。就是啊，你们老二临终的时候是不是说过这个房子不能卖？啊，是我说过又咋子嘛？但是我还没有答应他，他就那个了噻。我说这个不算。再说了，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娶媳妇儿续香火。哎，我相信我老二会原谅我的，会原谅我的。赖儿娃，你不能只有小家，还要心怀大家。正所谓古镇是我家，名胜古迹山水画，阁楼雕梁树栖鸦，革命故事传天下，古风古貌人人夸。我们誓死保卫它。嘿，保卫它。哎，表演得好，表演得好啊！下次居民联欢的时候，哎，我推荐你们哈，给他们点赞。赖儿娃，不管那个老板出好多钱，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贱卖。再说了，这个老板拿到房子以后肯定会进行大量的整改，对于这个房子和这条古街都是毁灭性的。古人云，你莫跟我提起古人云。一提古人云，我脑壳头有点晕呢。我跟你们说哈，我今天早上没吃早饭的哈，还有给你们摆了那么久，哎呀，我现在有点晕了呢。你们哪个扶我哈？你不要挨着我。你离我远点，你不要挨着我。你东西谈，你东西谈，你不要给我整这些。领导，嘿，够了，好。你不是古人云的吗？还没说完就走了嗦。老板儿，
啥时候？哎，你们要水哇？没有啊。哦，哎，我问一下，哎，是不是你们要买那个赖二娃那个房子哇？对头。哎呀，他那个房子那么烂，买来干啥子嘛？嘿，老板，这个你就不晓得了。这件事情啊，关系到我们标准后半生的幸福，晓得不？所以说才不惜一切代价要拿下这个房子。哦，哼，只要把买房给他多拖，你这个赖儿娃不是就没得戏唱了？你们觉得呢？就是就是就是。哎，咋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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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啊，那个标总他们买房子的事情是势在必行了。那看来现在我们要说服他们不买已经不现实了。哎，我们这一仗啊是全面沦陷了。哎呀，买房呢又不好劝，卖房又不听劝，你们说咋办嘛？看来只有在房子上做文章了。哎，我有个办法。啥子办法？罗小文，他在你们那儿住店，你就有他们的身份证信息啊。但是还需要刘娘做件事情。哎呀，今天把那个定金一交啊，这个定心丸儿噻都算是吞下去喽。嘿嘿，三位请留步。你咋子啊？啊，你们是到我们古镇来旅游的哇？哦，买点纪念品回去噻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纪念品你们要是不买啊，你们要后悔的。这个东西在我们这儿啊是保姻缘的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呢保你爱情甜蜜，婚姻好，老娘把你当个宝，两人白头又偕老。哎，那个结了婚的有用，那没结婚的保不保啊？哎呀，咋个不保呢？保你桃花运不少，梦中情人把你找。哎，这个可以，买，一定要买一根回去。你也拿一根，哎，你给高文德两个白头到老。谢谢彪总。你也带一根，送给你那个未来的老婆。谢谢彪总。彪总，你对马小头简直用情至深，真是惊天地泣鬼神。我相信用不了好久，马小头这三个字就会出现在你的户口本上。好多钱给啊？一口价，相应六十。那三个？哎呀，大老板爽快。给钱，给钱。来，不找了哈。哎，你多拿一根爪子来。哎呀，这个你就不要管了嘛。懂得起。拿着拿着拿着，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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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就是艳阳天，野树在飘香，一锅麻辣烫，故事谁在讲，穿大街小巷。